优酸乳精装果粒，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优酸乳和您一起期待下一站的精彩。走走停停，剧组来选角，候选男主角已就位。无敌又无双，他是我的无可撼动。从下午彩排到现在，老秦正眼看圆圆不超过两眼。他们言语交锋。请问您对男主角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十分有魅力的。我的魅力还用说吗？我录了这么久星期六了，我从来没这么紧张过。气泡音都出来了，何必用气泡音呢？他们针锋相对。二一，看这个，看这个。我们这都听到溺水的声音了，我抬头我就下意识的张个嘴，三二一，看这边，漂亮，看这边，我挡什么呀？你挡什么？小弟，小弟，你别挡，你为什么要挡？我咋知道我为什么要挡？来了个猛人也行吧。他们高能不断，这么快，走走走走走走，那边是要飞起来了吗？准备，请圆圆做选择。对，那就那。究竟谁能俘获导演芳心？您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优酸乳精装果粒，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人生需要等待，淘宝您好星期六，精彩一会儿回来。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淘宝您好星期六精彩继续。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天猫618，惊喜多，红包多，好价省更多，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届。先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部非常厉害的电影，而且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当天已经上映，跟全国的电影观众见面了。我们欢迎走走停停的演员们，欢迎胡歌，欢迎高圆圆，大家，万姐，你今天好开心啊！你今天好开心啊！哎呀，是这样的，秦霄贤特别喜欢、特别欣赏高圆圆，然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圆圆本人，所以从下午彩排开始，他就脸泛桃红，双眼放空。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开场秀，他的角色定位应该是一个摄影师，你看他穿的像个摄影师吗？真的，你看我这个导演助理多像、啊、真的，欢迎静静。好，来，我们请胡歌、圆圆和静静来给大家打招呼，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我演的是一个北漂失败的小镇青年。啊哈。
然后他很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失败，所以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去寻找新的发展的机会。我在走走停停当中扮演冯柳柳，然后跟胡歌是高中同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柳柳在这个戏中的身份是一个记者，但是因为他自己也拍摄，对，他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对，然后他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闯入了他们的这个大家庭，闯入了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演的角色叫无敌，对不起，刚才闯入了无敌的生活。姐，最关键的没有说无敌，你爱过他没有？你告诉我，这是个问题。无敌和柳柳，对不对？好，大家可能看了前段新闻，叫做精进爆改体育生，黑皮，对不对？黑皮体育生在这儿哈，是你吗？是这个新闻，我以为是另外一个新闻。当妈妈的新闻，欢迎精进。Hello， 大家好。我在电影中扮演的是无双。由于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呢，我就是要一直的运动，把自己的身体练得太好，一下就怀孕了。所以呢，一看这个欢乐的氛围，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走走停停是一部扫清疲惫、拒绝内耗的一个生活流轻喜剧。这个电影零鸡汤、零说教、零套路，整个就是有瓜有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走走停停。好开心，真的好开心。我特别开心，就是朋友们有一些作品，然后可以回到好六街，带着作品来跟我们一起玩。是带着作品。对，另外呢，今天虽然没有带新的作品，但是依然来玩的我们的高瀚宇。大家好，我是高瀚宇。还有张延琪。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延琪。他们不是最近没有作品，是因为上一期刚刚宣传过。那么今天呢是这样的，我听说有一个著名的大导演要到我们好六街取景拍摄，甚至要在我们这个街上选出影片的男主角。好，我们柳柳导演呢有一个助理叫杨迪。看来这个剧组没错没错，无敌杨迪爱是。他们将组成这个走走停停好六街的这个导演组。没错。那我们有三位预备的男主角，一位呢当然是我们的无敌了，对不对？我们的胡歌。另外一位呢就是张延琪。还有一个名额应该给谁呢？应该给谁呢？应该给谁呢？今天穿的已经像参加颁奖礼了哈。真的，不要迟疑了。那么他们每一个男主角呢都会有一个助阵的这个家人，胡歌和他写的胡哥哥。胡哥哥。胡哥哥。今天泽林特别认真地跟我说，我应该怎么叫胡哥哥呢？叫胡哥哥会不会有点像撒娇？然后我说你就叫到胡哥就可以。胡哥会不会觉得我直呼其名？对，所以你希望大家怎么叫你？叫老胡吧。老胡。老胡是可以的。老胡和金靖一组，然后呢延琪和汉语一组，然后呢老秦跟弟弟一组，好不好？今天的这个规则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呢会有多轮的比拼，因为我们是要找最适合的这个男主角，只有获胜的搭档可以获得和我们这个导演组搭档的这个机会，另外两队呢就自动归为一队。了解。最终根据和我们导演组组合次数的多少来判断谁的胜利，只有组合最多的那一组不用接受惩罚，另外两组要根据次数接受不同的惩罚。好，那么在正式角逐开始之前，我们要不要想一个名字，然后想一个口号，好不好？来，我们还需要口号吗？走走，我们的名字就是口号，无敌又无双。吓死我，以为是金靖和胡歌。你们可以就叫原配组，因为你们本来是走走停停的原配男主，对不 对？名字叫做原配组。原配组有口号吗？口号是什么？无敌又无双。霸气，得到了我们柳柳导演真诚的喝彩啊！好，下面是这一组了，来，我们是棋高一招，走走停停，就是停不下来。哇，动作没给我说呀？可以可以，对啊，还行，漂亮。两个人动作，有一个往前的时候，另一个往后，另一个往后的时候，一个往前。好，那队还在讨论。好，来，差不多得了，还在讨论，好激烈哦。没事没事，我们不着急。这一期录完了，我问问他叫什么，好不好？行行行，好不好 ？OK， 有了，好，好，来吧。圆梦之旅，来。好，你们的组合叫做。3、2、1，我们是男主角队。我们的口号是，他是我的
无可撼动。谁是你的？是那个他，是那个他，也是那个他。迪哥呀，迪哥呀，肯定是迪哥呀。收到了，收到。可是老秦，你的眼神能不能看过来一些？他一直对着那边说。哎呦呦！是这样的，因为从下午彩排到现在，老秦正眼看圆圆不超过两眼。好久不见，老秦别玩了。嗨嗨，嗨嗨。哈喽，你好，你好，你好。姐，姐，你坐下。好。老秦过年了，老秦过年了。这是过年。他一直在放空，不知道为什么，好不好？我今天一定要找一个适当的机会，让老秦正视圆圆一分钟。现在肯定不行，现在可能孩子会疯。好，我们泽林下面是什么环节？想来现场看精彩录制，上淘宝搜淘出666赢门票，还有最高666元红包，每周都开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走走停停好六街试镜会环节。优酸乳精装果粒，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优酸乳和你一起期待下一站的精彩。他们斗智斗勇，如果做出相同的动作，就算通关。换，老婆的笑容都收不住了。等一下，我稍微打断一下，你现在要尽量跟他一样。因为我发现你越跳越开心，我觉得你可能弄错了。我不知道，我都可以，啊、我已经嗨了，嗨了，他已经嗨了。您好，星期六首届合作伙伴优酸乳精装果粒，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人生需要等待，淘宝你好星期六，精彩一会儿回来。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淘宝你好星期六，精彩继续。好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工作人员，各位演员，我们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走走停停好六街的这个试镜会了。泽林给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选角会的规则。接下来呢，我们的三位男主演会依次向我们的导演组来进行提问，由导演组来进行选择。没有被选择的两组呢，需要剪断自己面前的一根绳子，剪中危险绳呢，我们上面的这个锅盖呢就会掉下来。最终没有被锅盖砸中的那一队，就可以和我们的导演组进行组队啦。那我们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试镜会了。那么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刘刘导演，请问您对接下来要开拍的这部戏的男主角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嗯，我觉得他应该是十分有魅力的，是十分有魅力的。这么给自己？这么说吧，这个人得跟我截然相反才行啊。那遍地都是啊。截然相反，名字是三个字的，岂不是很有优势？略带优势啊。哦。好了好了，刚才提到了魅力这个词，那么我想呢，大家一定会有自己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魅力。我们谁先开始提问呢？随便挑一个。选有经验的那个，导演都不自己说，都让那个大导演是不常说话的，都是助理来传递。谢谢谢。导演，你甚至说了一个，就是让我做选择哈。那我觉得二号先来吧，二号可能相对来说经验更足。可以可以，我们先来。那我们在提问之前，要不要先说一下自己的魅力？我的魅力还用说吗？我的魅力还用说吗？哎，那个这位演员需要说，我们需要听。让妹妹说，妹妹，你觉得哥哥的魅力在哪里？啊，哥哥的魅力还要说吗？我觉得我的魅力就是，我可以看着导演一分钟以上。我什么都不用说，我相信导演会选我的。哦，我输了，服不服气？我服。
不嗨嗨，我看不了一分钟，我以为他要不服，你知道吗？好，那这样，我们现在就请第二组的我们的吴迪来开始向导演提问。好 ，OK 啊，好，导演，我们合作过，我觉得我们彼此有默契。我和我的妹妹，我们是原配，我们是原装的。你是愿意选一个有默契的，还是愿意选一个从来没有合作过的呢？哎，完了。杨导你怎么看？按照我的话，我倾向于那种新的人，新的人。哦，我觉得新的更有火花嘛，因为长期合作，这部戏是什么一个情况？大家去电影院看嘛。杨导特别对，杨导，是不是？我有话要讲，我有话要讲。你说，导演，我觉得你这个助理在面对我的时候，他说话不客观。哦，不够客观，因为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羊入虎口，他羊入虎口，他跟我有四年恩怨，所以他，你不要太听他说的话。羊入虎口，羊入虎口，才知道是虎口，在这还玩了个谐音梗，反正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导演最终您还是要定夺一下。好，你的意见是选新人，对对对，选没有合作过，能够创造出更多火花的。虽然一号看都不敢看这边，仿佛没有参加这个环节，我觉得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机会。那既然你这么选的话，我就选有经验的吧，还是就选有经验的吧。怎么回事？我这个毫无发言权。谢谢导演，谢谢导演，谢谢杨老师，我故意帮你们的，看出来了哈。也就是说，一号和三号都要剪一根绳，不会老秦还没上桌就下去了吧？被砸中了就淘汰了吗？对啊。老秦有没有机会上桌啊？哦，还好还好，还有机会。好，来，到延期了，剪二号吧。原因号原因是因为我看二号不顺眼，因为我看二号不顺眼。哎呦，还好还好，哦，可以安全，还有的 ，OK， 那好，刘磊导演，我们下面让三号来说好吗？好，三号，请问你想问导演什么问题？如果导演你要选一个集这个幽默和颜值于一体的一个人，你是在说这边吗？你是在说这边吗？您会选择谁呢？论幽默论颜值你加你觉得呢？不是要看怎么比啊，我跟这边分开比，错开比。那你跟一号比的是颜值还是幽默呢？都可以吧。完了，这男主角的，你在这怂什么呀？唯唯诺诺的，跟他比颜值。那你跟二号比什么？跟你二号比幽默。对啊，言琪，你是比胡歌好笑，情商输给两位两边，对，情商很低的一个三号演员，你觉得他应该在剧组，你觉得能融洽吗？到时候，但是我觉得他还挺有冲劲儿的。哦，对，但是我是一个非常稳重的风格的导演。导演，你说的有点晚。我选比较稳重的这边，我选比较稳重的这边。哦，选一号。从头到尾他都不说话，秦小姐超稳重。什么？是导演选择了秦霄贤吗？是，选择了你的稳重。这边冲太猛了，来，老胡先剪一个，朋友们，二号，二号你剪几号？剪几号？妹妹选吧，剪二号吧。啊哦，就剪二号。安全。他剪得好果断。来，我们这次我剪三号吧。好。啊，不，一号，一号。一号，真的吗？确定？确定。剪。好，安全。安全。好，下面到老秦来提问了。哎，在哪？你要先说你的魅力吗？啊，我的魅力，我魅力在魅力，我魅力，我今天能说出一句话是不结巴的吗？我啊，这样简单一点，我们三个当中，张延琪、
张延琪老20岁，老胡胖60斤，和现在的我。你那么没自信吗？你如果这个输了，太丢人了。因为他真的很怕二号入选，所以他给二号开的条件特别苛刻。胖20斤不够，但如果角色需要的话，我愿意胖60斤。哦，哎，是的，就是太酷了，这个回答。我觉得我们看过胡歌很多荧幕形象，都是这样帅帅的，但是没有看过他60斤胖60斤之后的样子。什么意思？勾起了我们导演的兴趣，反而反而想看这样的一个新的新路。所以导演，你的决定是二号吗？想看他的胖60斤的戏路。我觉得我可能选一号，因为一号很会出奇招，因为一号很会出奇招。不是，原来我现在刚刚摸到这个导演的喜好，是不是？是是是。好，先剪一个来，胡歌要剪掉的是，来。好，来3、2、1。好，安全，安全。好，下面你们俩运气应该三号应该差不多到这儿了。四号来，3、2、1。哦啊！彻底送走了。棋高一招，果然是高啊。好，下面到秦小姐，来，老秦来。我录了这么久星期六了，哇，你气泡音都出来了，你何必用气泡音呢？不是，我从来没这么紧张过。我觉得这一局很关键，有可能就把被对方送走了。出一道必选题，必选你的题，出一道必选题，必选你的题，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之中必选你，会是什么情况呢？台上只剩下你们两位，世界上只剩下台上的两位。如果说我们两个之间选出一个和你一块演什么情节的，姐弟的那种戏。姐弟憋半天憋个气，憋半天憋个气。对，导演，姐弟的戏啊，这两位演员你会选择谁？导演真的在思考。那我选老胡了。不是选我，当然选我了。选我，你看这姐姐显得更年轻一些，多好。年龄相仿，可能那个互相能聊的稍微共同话题多一点吧。啊，跟他话不投机，跟这个人一号话不投机，跟他没话说。老秦小太多了。不是老秦，刚才真的，刚才我都真捏了把汗。然后当你说出姐弟这对人物关系的时候，我想说我可能会赢，但你要说情侣的话可能我就输了。你再大胆一点，下次大胆一点。我已经在走走停停里面，你们不是情侣是吗？这是个悬念吧。哎，你们在一起了吗？我都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 你拍的都是飞页是吧？他们那部分很扑朔迷离。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哦，懂了。你们是开放式的。我们是结尾。结尾要干嘛？怀孕以后说的梗真的是要多多思考一下。那好吧，现在老秦没有想到用一个必杀技，结果没想到剪一根把自己送了来了。不会掉下来吧？不会掉下来吧？
前五，我们前五了。五号来三。为什么成了个帽子？胶片兄弟。好，那么恭喜我们胡歌、金靖和圆圆这个杨迪组队成功，恭喜。那么接下来呢，老秦弟弟和言琪和汉语成为了另外一队，但是没有关系，现在也就是说胡歌和金靖已经加一分了，因为你们得到了第一次跟导演组队的机会。我们最后根据这个后面游戏的输赢都会有换队的这个机会，看谁能够跟圆圆和杨迪组队的次数越多谁就赢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面的 BP。 好的好的，经过刚刚的试镜呢，已经产生了导演初选，我们现在有四对四的组合，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是在后面的比拼当中，只要是有人能够战胜这个导演这一队就可以提出换人了。没错，那现在没有和导演组组队的朋友们呢也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天猫福气桶又来给大家送福气啦。是的，在天猫618年终狂欢节期间呢，天猫都会为好六送来最强福气哟。天猫福气桶年终狂欢节限定开启，来了来了，我们的天猫福气卡来了。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福气桶里面呢有两张卡，其中一张呢是我们天猫给的这个福气卡，请各队各派一名成员来进行抽取。那这边就我就在这抽迪哥好不好？好好好，你们另外一组连起来。好，来来，我们一人抽一张。那我就抽上面这张。我就抽下面这张。好，怎么样，我们揭晓一下，有字吗？有字吗？我好像是福气卡，福气卡翻过来。哎，我也好像是福气卡，但是我还多了一些字儿啊。来看看这个福气卡的内容是什么。三二一，看这边，使用福气大水杯攻击。没错，我们迪哥抽中了我们这个福气卡，他的福气呢就是我们三二一看这边呢可以用福气大水杯来进行攻击，为接下来的攻击助力。当然也别忘了天猫在生活中给你的满满福利，打开手淘搜淘出666天猫618官方立减商品8.5折起，还有跨店满减商品每满300减50，上不封顶。是的，而且我们的88 VIP 还能领大额消费券，叠加使用更优惠，大牌不止5折，福利一波接一波。不要忘了打开手机淘宝搜淘出666，不但能抽最高666元的红包，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好六现场观看录制哦，并且我们每周都有抽奖。是的，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走走停停看这边。来，泽林说一下规则。好，这个环节呢我们将会分为三轮互动来进行比拼，每获胜一局呢就可以在我们第三轮的比拼当中多一次挑战机会，那么第三轮获胜的队伍就为本环节的获胜者了。好，一起进入到我们的321看这边。那我们第一轮呢要指挥的呢是胡歌老秦，我们泼水是弟弟和圆圆，加油。哥，我泼。他泼得非常快。丁啊，你就拿出平时泼我的力气就行。没事，圆圆，你一会儿一直看着他就行。OK。他从现在开始，这样，你瞄一眼圆圆。这样，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圆圆是唯一一个现在心无旁骛的一个非常好的玩家。他上来之后，你知道他的细节是什么？他讲这是水，这是盾，他赢了就泼这个。是他自己在那安排了很久，是不是？他安排了很久，他们还有大杯水。现在对，提醒一下我们的导演组，你们有我们的天猫福气卡，要不要换大杯？我觉得要换，万一输了呢？换。好，有请我们的大杯老师。秦哥，我觉得被泼也是一种幸福。哎，是吗？是吗？老秦一被泼，那个音乐就可以放《爱如潮水》。来，石头剪刀布，赢者先攻。石头剪刀布，好，好，老秦先攻。
来，三二一，看这边。我要说三二一码。我要说三二一码。老胡刚才是扇了老秦一巴掌吗？老胡哥已经好久没有玩这个游戏。是我们有个口令，三二一 ，OK 可以。刚才他是偷袭了，是不是？对对对。弄完三二一，看这边，好，来，好，再来，再来，胡哥进攻，好，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对，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哎，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没事，好猛啊！他一直都这个速度。我刚刚想多了。怎么什么叫想多了？我刚老让他看这边。你能不能有点游戏精神？老胡，你忘了他不敢看这边。你是这个戏的男主角，你就别吃瓜了，好吧？但是必须说，胡歌虽然是第一次玩这个，他这样跟了秦霄贤可有这么多的回合，很厉害的，非常厉害。所以刚才啊，拉回来，现在老胡进攻来，然后老秦准备接着。手就是他指的时候，我们把手放下就行。对，然后到我们指的时候，我们再伸起来。我刚才手一直在这。对对对，手一直在这。同步了，我都不记得了。来，胡歌哥进攻。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漂亮，看这边，漂亮，哎呀呀，三二一，看这边，我挡什么呀？你挡什么？不是，你别挡，小丁，小丁，你为什么要挡？我咋知道我为什么要挡？来得更猛烈一些吧。而且我们的 BGM 老师也非常的这个适合，他发现没泼到，他放的是偷心，你们知道吗？不好意思，陆医生，但你手超快的。他特别快。对，没事，不会再挡。弟弟明明是那么快的反应，挡了之后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好了，现在一比一平。一比一平，胡歌拉回了一分，现在请交钱进攻。来。来，三二一，看这边。哇！三二一，看这边。哇！自己吓死了，被老胡吓的呀！你好快！你不要怕呀！我已经知道我害怕了，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一声惨叫，你们听到了吗？哎呀！我预判了他们对方的预判的预判。哎呀！我预判了他们对方的预判的预判。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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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二比一，二比一，胡歌进攻。胡歌进攻。看这边。看这边。你别挡。你回去得了呗，下班直接下班，也是没必要躲。老秦赚了，老秦，值了吧，值了吧，我才就我准备跑了，跑了。他是三二一这边，我怀疑圆圆在家练过这个，他好快，真的还挺快的，还挺快。我有练。这把幸福了吧？幸福了，而且圆圆是有那个口令的，嘿，嘿，还要给自己打气，嘿。关键他们那组一直都有声音，嘿，哼，来，二一，看这边，漂亮，嘿，哇，给老胡吓的呀，还嘿，嘿。再上一分吗？好，现在二比二，胡歌又拉回了一分，场上比分二比二平。现在秦霄贤进攻，来三二一，看这边。
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咱躲的时候就别张嘴了呗，就是就是。不是你哥，因为刚刚老胡他躲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蠢，满满的喝了一口。我抬头我就那个下意识的张了个嘴，然后一半都到我嘴里了。我们这都听到溺水的声音了。Sorry， 他太就是我没事。还笑呢，你弟弟泼到高圆圆了。好，哎，三二一，看这边。所以现在几比几了呀？3-2，你落后一分，你们进攻，拉回来。加油！你手快一点，加油！我发现他们咬得很紧啊，现在3-2，胡歌进攻。OK， 好。3-2-1，看这边。我可好好玩了啊！好的，好好玩吗？哎呀，你都行。来3-2-1，看这边。哎呦，吓死我了！来3-2-1，看这边。哎呦，吓死我了！别慌，还打他一下。别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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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激动。你对我有点信心，对老胡有点信心。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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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我看到了。老胡进攻，3-2-1，看这边。来3-2-1，看这边。手快一点，加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哎呀！没事，还有机会，赛点了，赛点了。没事吧，姐？没事。哎呀！接脸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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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脸上。最后的赛点机会，加油啊！来，4-2，拉回来，来4-2，拉回来。老胡进攻，3-2-1，看这边。哇！2-1，看这边。哇！哇！哎呀，老秦，老秦，我是擦是不擦呀？别擦！哎，弟弟甚至撤回了一个盾牌。3-2-1，看这边。来了，4-3。哎呀！秦霄贤进攻，现在4-3，你如果赢了就赢了，你如果输了就可以跟高圆圆再玩一局。这不取决于我吗？对的，也是。来，3-2-1，看这边。3-2-1，看这边。我输了。好好玩，别闹，好好玩。别闹，好好玩，好好玩。现在没有到人家了。对，到人家了。你刚损失了一次机会。好，来。3-2-1，看这边。来，3-2-1，看这边。3-2-1，看这边。来，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哇！3-2-1，看这边。哇！哇！啊！对不起，我为什么要豁出去了？虽然你赢了，但他还是可以跟你再玩一次。没有了，没有了。好，5-3，5-3，秦霄贤、丁程鑫获胜。好辛苦呀！双赢，帅的帅的，双赢。这把录的真开心啊！对不起，我一次都没替你打上。没事，他们播的比较快，我转头传的也快。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猜词环节。好吧。
我们来听听看规则。我们双方需要给对方的队员的来设计两个禁忌词和一个禁忌动作，并且派出一个人来进入到我们的惩罚区。在猜词的过程当中，如果触发了禁忌词或者是禁忌动作的话，就会接受水泡惩罚。猜词的人呢，依次向对方提问来猜出自己头上的这个内容。好，我们要猜词的是胡歌和秦霄贤，要接受惩罚的搭档是迪哥和严琦。来，有请。好，所有成员到那边去设计这个。我们要给他们想秦霄贤可能会做的动作。眨眼睛行不行？眨眼睛反正就是太过分了。你干脆写呼吸怎么样？活着。好，那我还善良一点。哎，刚刚看老胡有什么特别爱叫，特别爱做点点头。不是，这不是怎么刚聊天咋的叫啊？看，先观察一下他，观察一下他，点头，大一点头，很爱点头，很爱点头，动头。你看他说一句话点个头，三二一点头。禁止词什么是什么？他们想写是或者我这种，但是有点多哈。可以，没关系。都写的。的好像有点厉害。对。试试看嘛，把它。的写。我觉得的挺好。好。好了。老胡，我先看一眼。老胡，哦，老秦，你别回头了，转过去。好，石头剪刀布，赢的先提问。石头剪刀布，布，布。好，老秦先提问。我这个是男的，是女的？别说话了，老秦，这动作。老吴，您得回答他。你别回头了。男的。等一下，好大。杨迪倒过去了。太重了，是麻了。迪哥。怎么别回头了，老秦，别回头了。好了，啊，没事。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惩罚的两个人太吵了，前面都没有办法进行。好，到你。是人吗？是人吗？是。老秦提问：这个是影视剧的角色吗？这个是影视剧的角色吗？不是，别说麻了，老秦，别说麻，我脸真的麻了。女的，可能说的，男的，的，你别说的。你也别回头。是我们公司的吗？别说妈了，老秦，我求你了。不是啊，是个男的。你在干嘛，老秦？我现在不知道看哪儿对。你就看老胡。是个男的，不是你们公司的。是个男的，不是我们公司的。别说的啊，老秦，别说的和妈了，求你了。你问。他会什么？还有他会什么？哎，他这是干什么职业的？什么职业的？演员。也可能。别看别的地方了，老秦，我求你了。你怎么那么多话呢？你猜我为什么那么多话？三小将已经人不在这儿了。
给我老实点儿。好，你那个头上是有个大于号吗？好，来两个字。不是。嗯嗯，老秦提问。笑，哥你别笑。是笑吗？你再笑一下试试看会不会喷嘛。不是哥，他不代表你笑得快他们发现不了。喷血啥，你笑他们也能发现。哦，那我知道了。点头，很爱点头，很爱点头。这是不是要加水了？好像打出雾了。老秦提问，哈，这个是有点过分了。他都拍过哪些戏啊？棒棒棒，老秦棒棒棒。我想一个冷的。冷门的，过分了点吧。仙剑奇侠传，仙剑奇侠传。哦哦，好。请注意，是男的。他太小了，一定没看过仙剑奇侠传。奇侠传人也不少啊，请注意是男的。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啊，照顾点我。知道了吧？知道没有？他确定了，他知道了就没事了。你回去，你回去。哎呀，他知道了就没事了。哎，我想想那人人名，那人名叫啥来着？那个人名反正是《仙剑奇侠传》里面的一个角色啊。在室内玩激流勇进。好，老秦提问。他在现场吗？不在。不在。我马上也不在了，老秦。仙剑都谁呀？对不起啊，我其实知道是谁了。说出来。不是，但是我把他名字给忘了。啊？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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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可能！那你肯定猜不对。我给你们两个同样一个提示，好不好？我知道。我不知道呢。你觉得他想到那儿去了吗？想到了。又停，又停。好，胡哥猜对了。你这个呢？哦，猜拳。他俩之前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采访视频。彭于晏。对啦。祝贺祝贺，结束了，结束了！我要跟迪哥握手。干嘛了？结束了。你比我惨，我不着急。嗯。哎，你猜猜你的动作是什么？晋级动作是什么？抬手吧。不是。笑。不对。点头啊。对。哦。哎呦。好。来，祝贺！现在是我们导演组拿下了一分，也就是说，在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当中，我们导演组会多一次机会，我们演员组会多两次机会。好，我们下面进入环节是舞蹈接力。
哎，泽林，我发现这个好六街的好多店铺都添加了很多新品哈，很受欢迎哎。是的，我们好六街呢有很多特色的自营小店，各类饮品小吃、趣味潮玩、浪漫花卉一应俱全。今天我们的自营小店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福气礼盒，下面这个游戏呢希望大家能够解锁更多的惊喜，获得更多的红包，一起省更多。好，我们的规则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两队呢需要分别去到我们好六自营店铺里面各有15个天猫福气礼盒，并且对礼盒进行秘密分配，两队轮流来进行我们的舞蹈挑战。攻击队派出一个人用导演组指定的舞蹈动作，如果做出相同的动作，那么就算通关，并且可以获得该队员的礼盒数量。每个礼盒上呢会标有原价，撕开后呢会变成现有价格。最终我们会计算各队礼盒的降价之和，更高的队伍获胜。明白了。先想办法猜测对方会挑，先挑自己的哪个队员进行挑战，然后把少的礼盒，或者说你觉得那个价格差会小的礼盒放在那个人的购物车里面，尽量把别人不敢挑的人身上放更多的礼盒。好，那首先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分别进入开心玩吧和老地方便利店，一共15个礼盒放进4个购物车。你肯定防守能力强，真的我不是，他们不敢挑战你，不是，他们不敢挑战你，那来吧，来吧，这谁放了个250啊？我想我应该是最快被淘汰的那个，所以我就只放了一个，放小一点。如果是老秦来挑战的话，我们就可以都压在圆圆姐身上。如果他们一会儿挑战你，你就说老秦，你可以让他们不要挑战我吗？就是这种，对，就这样的吗？来吧，都分配完了，我们先请舞蹈老师把4个动作给大家教一下吧。我们有请舞蹈老师。好，老师请上场，辛苦您。好，我们一共有4个动作，分别是哪4个呢？老师示范的时候已经可以跟着学了，来。好，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好，好，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呀，你就用用吧，这个撅嘴一定要撅吗？对，要撅，要撅，要撅，一定要撅哦。呀，比，囧囧囧，主要是撅嘴。第四个动作，像划船一样。好，谢谢，辛苦老师，谢谢您。好，记住了吗，哥哥？记住了，我记一个就行了。接下来，演员队派出的代表是秦霄贤。嘿，假动作。啊？假动作。OK OK。好，来吧，来，你先选一个你要挑战的人。是这样的，你一共只有12次，你选一个你能够赢的人，赢了之后你再选择第二个。所以你要分析他们对你的分析，他们肯定觉得你会挑战圆儿姐。哎，他们肯定会觉得我不敢，所以把所有好多多的放在圆圆姐那。那你就去，那你就去。对呀、啊，去来呀、啊！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他们肯定觉得我不敢，所以我。那你敢吗？那你敢吗？我不敢。你说吧。但是他想。你问问嘛，你问问圆圆要不要接受你的挑战嘛？好啊，好啊，哎，可以，可以。可以哈，可以，那来吧。加油，老秦。圆加油，来，5、6、7，走。他就是想菜。5、6、7，换。哎呀，完了！哎呀，5、6、7，换。哎呀，完了！哎呀，实在太多了。好，你还有9次，来下一个分析谁？老胡吧。好，好，来吧。第4次机会啊，来，动作记得啊。我只要记一个就行了吧。不想赢啊！来准备，来准备，话筒拿给我啊！来，音乐起，先不着急做啊！好，来了，5、6、7，Go！
谢谢。假动作。走。谢谢。他换动作，他假动作，他就这么换。假动作。好，又搞定一个，现在还剩八次。全部拿下，老秦。这么快，老秦加油。老秦加油，好六五王，好音乐请准备，五六七 go， 五六七换，换，五六七换，不用换，起换，不用换。五六七快，哦，好棒啊！六七，加油加油！五六七快，好爽哦！五六七快，老金加油！五六七快。挑战结束，还有那个成功，所以秦霄贤获得了高圆圆和老胡的购物车。哎，圆圆姐一直在说好想打杨迪怎么办？你好想打我？为了我们这么卖力，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老秦也很棒，他其他的选择我觉得是对的。对，他选圆圆和胡歌是对的。好，那么现在赢了的这组究竟获得了多少个天猫福气礼盒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一会儿我们再进行公布。下面呢，我们有请来自导演队的胡歌进行挑战。来吧，你有几个动作啊？你记得住几个？这没有这个动作、啊。我在发布会上看过这个舞，你知道吗？来，需要再培训一下吗？分析一下，你觉得要从谁开始？老秦吧。好，从老秦开始。中央指挥厅，来吧，音乐起。他们俩怎么换了一个调？还没开始。啊，听口令啊，我们说五六七开始啊，准备啊，来。好，来继续啊，五六七换。五六七换。五六七，等一下，我稍微打断一下，你现在要尽量跟他一样。哎，现在你是进攻者，因为我发现你越跳越开心，我觉得你可能弄错了。我们这次是攻击方了，你得跟他一样，你别躲他。你知道你现在已经用了五次了吗？我不知道，我已经嗨了，他已经嗨了，加油啊！下一把赢过来，跟他一样啊！好，来跳得开心最重要，来吧。好像那个人要用准备工作，对不对？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五好，六七八，五好，过了，好，哎呀，可以啊，可以，下一把还有四次机会，下一把，下面先搞谁？就顺着来是吧？顺着来吧。好，现在张延琪来准备，准备啊！五六七，走！哎呦，哎呦！五六七，换！漂亮，漂亮！还有两次，还有两次，还有两次。好，现在挑战高焕宇，两次能不能搞定？准备，音乐起来啊！听口令，来，五六七 ，go！ 最后一次，来，五六七换，还有一次，六七换，换，六七换。这是什么？该说不说，虽然
汉语的动作不是很标准，但是他确实没有做这个动作的可能性。那么胡歌也成功的拿到了两个人的购物车，分别是金霄贤和张延琪。好，请各位把你们相应的购物车推到舞台上来。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两组的天猫福气礼盒究竟是怎么排兵布阵的。太紧张了，我都拿多了。其实总的来说都是少的，是是是是是，大家的预判是对的，预判是对的，对。这边是四个，你们这边呢？我们这边，我们预判是对的，我们两个都相对少一点。我们的预判也不错。那你们猜一下，他们把更多的放到谁那儿？金靖那儿啊，是金靖姐那。好，是的。那你们预判一下，他们把更多的放到谁那儿了？小丁。哦，是吗？不是，是高汉语，是汉语，就差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所有身家都在他身上，慌死了！我俩就少放点，不怎么会挑战你，真的不怎么会挑战你。行，那就都给你多放点，我给你放个7600，给他，这一减不知道减多少去了，4200也给他，一减也不知道减多少。最大的都拿给他，高汉语还是高汉语。慌死了！那我们现在来计算，我们首先计算的是我们导演组这边的礼盒。是这样，我们上面呢会有一个标价，然后撕开之后呢，我们会有现有价格。究竟是哪一对能省更多的钱呢？现在是100元的，断价之后是50，啊，250元，撕开之后是100元，哇，8000的被你们挑中了，最贵的礼盒放在圆圆姐这儿了。8000欠了多少啊？4000。我们原价加起来都没有4000。不是，那我们浅算一下吧。那么祝贺演员队！哇，这个8000被你们挑中了。其实我感觉挑中最多的不重要，挑中那个最大的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其实双方的策略都是对的。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导演组在这一轮没有能够得到是的第一，所以就要换人了，对不对？对，要换人。但在那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谢谢天猫为我们带来的福气加持，让我们恭喜演员队获得了最终胜利。哇，不愧是我们好六街自营，价格真的非常低。没错没错，就像我们的天猫自营一样，超值抢好货，好价省更多。上淘宝搜淘出666，现在直到14号，天猫618超值抢，每天早10晚8抢硬通货，有名酒、名表、名牌包等大牌稀缺尖货，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呀？哎，心动不如行动，超多惊喜等着你，快趁着这波天猫618年终狂欢让利，自营低价抢到就是省到。我闹钟都已经定好了，早10晚8，我绝对不会错过。上淘宝搜索淘出666，还可以抽最高666元的红包，更有机会到好六的现场观看录制，每周都开奖，现在赶紧淘起来吧。是的，天猫618火热进行当中，官方立减商品8.5折起，还有跨店满减商品每满300减50，上不封顶，红包多，福利多，早10晚8还能抢硬通货，天猫福利真的多。现在就上淘宝搜淘出666，天猫618好价省更多。好，现在呢演员队获胜了，那么请刘刘导演呢在两位男主角当中选择和你搭档的这个选角，要把他们就要换走了，对，是不是等于胡歌和金靖现在要跟就是你没有跳的那对组队了、okay. 你和杨迪将和你选的那组的人进行搭档。 OK 好，谁会为你拼命，谁会为你卖命，谁会不把它当作一场综艺来做，而是他全身的努力，是谁？这会儿老秦好像已经感直视过来了，刚刚有一个渴望的眼神。这老秦吧，他都已经，对啊，在这儿呢。我希望有些人争取一下。那个言情，你们有任何要争取的吗？啊，好好好。言情，你至少说两句啊。我觉得我已经不用说了，因为我刚才听到导演问他旁边的杨导说，是老秦和谁啊，小丁吗？好，那么祝贺秦霄贤、丁程鑫和高圆圆、杨迪组成新的队伍，而胡歌、金靖将和张延琪和高汉宇组成队伍。那接下来在下面的互动当中，我们继续努力吧，加油。
好的，那我们今天整场的录制都好像电影一样充满戏剧性，欢迎来到由我和金靖为您主持的你好星期六。是这样的，我们最后这个环节因为其中涉及到一些旋转呀，还有一些奔跑的动作，所以呢我们的泽林兄弟代表我们金靖冲上场，好不好？那接下来的环节叫做走走停停请回答。我来宣布规则，每队在听到口令后原地转三圈，然后出发，依次唱出符合要求的歌曲，如果未答出将答题权移交给另一队，直到一队答题成功。还有第二篇这么长、啊、如果走走停停导演组所在队答对，队伍不便进行下一轮，若另一队答对，则由走走停停导演组在另一队的两小组中选择一组交换当队员。哇，你好累哦，你的工作好绕哦。最终整场和走走停停导演组组队最多次的预选男主角小组获胜。坐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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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啊、好，现在各位请把你们的泳圈抬起来，加油加油加油，我们跑得快，我们跑得，我们转得快，我们转得快，我们慢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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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快一点，可以快一点，准备开始。感觉要起飞了，哇塞这么快，那边是要飞起来了吗？准备好，够了，他们停不下来了。你们是不是有毛病？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三个这么做，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没有想到胡歌也上头了。不是，我听他是玩的最开心的。我知道我停不下，只要有一个人不想停，停不下，我们所有人都停不下，我们都想停，关系太大了。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在怪对方？你们都从那儿到这儿了，转就没转过来啊。好，请听题，请唱出五首歌词中有反义词的歌曲。反义词的歌，老虎可以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对，说什么时候大头儿子小？对，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动画片嘛。对对对，先来一个吧，先来一个，先来一个。你永远不懂我伤悲，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好，有一个第一题，好了。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漂亮，可以了哈。但左右不能用了啊。还有什么？天上的星星。前前后后有没有？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你们唱，我跟着唱。你唱，你唱。我也不知道，我不懂。前前后后。你唱。那个别唱了，他们编的歌。南山南什么北山北？什么北山北？商量好了再来，商量好了再来，不然的话也给他们提醒。快快快，该你们了，该你们了，该你们了，快来了！来来来，别想了。老胡，要不然你先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永远都是朝后的，来，胡歌先来，来。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可以，可以的。好，大小不能唱了。我是天花板，我比烟花省，我的脾气暴躁根本没有办法管，跟我上刀山下火海。等一下，我们一点没听。上下唱了，好。上下怎么唱的？还有南北、啊、南北。南山南北秋秋北，北方有孤堆。唱错了，唱错了。好像是北海。每句都在猜。不对不对，唱错了，不准确不准确。好，来。上下是哪个？上下是哪个？不告诉你，来，你先唱你的，你先唱你对的。我，你先。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好，来去说了啊。南山南北海北。哎，很棒，很好听。可以。好。哎，他为什么到北海北就可以啊？对啊，是两句吗？不是。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好了，哦，可以了。我的重播，我的是先是唱啥词来着？你唱，你这个，你永远不懂我伤悲，伤悲。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完了完了，什么歌啊？上下有什么？你听过一首歌吗？你来，我什么 ？Go go go，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left。Lef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哪两个词啊？ Left right， left right， 不要这个，不要。左右刚唱过了呀。哎，有首歌叫这样的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真的有这首歌，你们听过没 ？up， 那个兔子舞里面的 up and down。是这样，是这样，这已经是 and down， 怎么？这已经是你们的第六首了，你们唱了重复的两首左右。左右不可。有一个 up and down。你们过去搜一下，我先来。你对我忽冷忽热，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漂亮，冷热啊！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好，黑白对了。爸爸，小偷，爸爸，来，汉语来，上下左右没说呢。我是天花板，我比烟花闪，我的皮包都根本没有办法还，跟我下火喊，上刀山，我在外面高的高空不用降落伞。好，来，胡哥来。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来，这里还有什么？哎，南山南北九北。哎，走，没台北，唱错了。也有北秋北，也有北秋北，有北秋北，有北秋北。回答正确。谁哪要糊弄过去？又要选了。好，现在由我们柳柳导演来选择。你又失去了秦霄贤和丁程曦，要选谁呢？没关系，让我跟老秦合作一把。好，再见两位。好，高瀚宇、张延齐，请加入导演组。好，来吧，来准备，比赛开始。哇，一圈，那边好快。You what？ 你们要起飞了。够了！没事，他们快归快，他们起飞了，他们肯定答不对了。捡漏，我们捡漏就好了。哎呀，我的妈！不是，我们没必要这么快。对，不一定答得对。不是，首先第一点不必要那么快，第二转六圈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转了四圈了，至少是六圈，我觉得你们好。哎，快点，我觉得我还能跟得上。好。你别后悔，你别后悔，你别后悔，你抓稳了，坐过那个云霄飞车吗？请注意，请听题，请唱出五首含有 A A B B 式歌词的歌曲。就比如说歌词里面唱到走走停停，这完全是根据电影的名字来想的。来，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个可以解了，明明白白我的心。准备，来，开始。他们来，他们来，我们，你这个秦霄贤，你放水太严重了，好不好？来，圆圆来。明明白白我的心，等了一分的好感情。回答错误，真感情不是好感情，来。我真是只给一句都不够。来，圈圈，对的，老齐，这肯定对，我跟你说，你就听吧，你听一个，你就唱吧。Yo baby go come on， 他在哪里啊？Yo baby， 不对吗？不对 ，A A B B baby。我有口音，你走，你尊重一下胡歌，胡歌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呢。下一轮，来到你们了，来。那我把刚刚那个唱对就可以了。可以再唱，可以再唱，唱对就行。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对了，来下一个，来。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对的，来汉语，全给我唱完了，我怎么办？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可以，来。
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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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九州。大风大河向东流，天天的心情才美的哇！呀呀，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嘿嘿，闯九州啊！虽然歌词没有连到一起，但是也算是唱对了两句。好，到圆圆来。来，姐给个机会，姐。姐，我知道了，我为最好了。姐给个机会。三。姐给个机会。给个机会。二。嘿嘿嘿，女儿哟。那什么？哎嘿嘿，女儿哟。刚唱过了，来下一组，来。谢谢姐。谢谢。哎呀，圆圆给圆圆给你们机会了，来。给我们机会了啊。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好，第一首。圈圈圆圈圈，天天天天天天的我。好，第二首。好，漂亮，来。哥要唱哪个？浩哥，你先唱。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好，三首了。啊，他们唱我也能唱。当然可以唱。明明白白，我的心。要两句，再来一句，把后面那句唱完。渴望一份真感情。渴望一份真感情。好好，最后一首，来，老秦最后一首。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却越爱越深。回答正确。谢谢。我要离开了。好，来吧，现在。大家放下泳圈，请圆圆做选择。好，换谁？我现在觉得吴泽林他们还。杨导，听你的。感觉还吴泽林他曲库还多。好，胡歌、吴泽林，请加入导演组。全是个混子。嗯，看出来了，每一把都在学，现学歌。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胡哥哥，你先来，你先来。老胡，要不然你先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大头爸爸，小头爸爸，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把重任在我们俩身上了，感觉到了吗？感受到了。咱们快下来，别太快吧。快下来。哇，刚才太快了，停不下来，太夸张了。别太快。求求了，我求求了，别太快。这样，我们还是到时候旋转着过去，好吧？行，就咱走。对，行，准备，旋转着过去，好吧？走，别走，走，别走。哇，你看到吗？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可以走了，可以走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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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了，走过了。让他们去。导演喜欢稳重的。我发现了，是高瀚宇。是的，是他的问题吧？是你的问题。高瀚宇不太能够刹车。可以走了，可以走了。走过了。我就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抗力。还有张延奇。哦。你感觉上没有？还感觉？我真的没有。好，今天要上一部电影叫做《走走停停》，请各位听下一题。请唱出五首歌词中包含走个不停的物品的歌曲。走，什么东西是走个不停的？永动机是。什么叫走个不停是什么？时间还中。时间中。时间好。时间都去哪儿了？好好。时间都去哪儿了？你们赶紧想下一个，你们想下一个那个拖延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快想快想。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他知道怎么唱，他在帮你们争取时间。我们也想好了一个了，来，想好了，来，老，来。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美的啊。对，大河不停流。对，好，走个不停。好，高瀚宇来。他们应该赢了。哇哇哇，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哎，地球是在不停的自转的。穿梭时间的画面的钟。好，可以。哦，这首歌好听。月亮之上，我在遥望，我在遥望，我在遥望。嘿，月亮之上。回答正确。发现了吗？是我，是我，我是小何老师，你发现没有？
谁跟导演组谁输，发现了吗？不一定，不一定。哪组赢了吗？你说什么意思啊？我们导演怎么了？我们导演，我们这次演一把，演一把。又要换人了，好像我觉得，换吗？我觉得最好的是我俩走。等一下，我走，我走。他们在讨论谁想的更多。我们三个想，而是我想出来的。你们哪三个？你们总共两个人。时间，月亮是电视你想的吗？都是我们想的。月亮跟你们有关系吗？跟你们每个时间都是时间你想的。好，现在来，你们经过一番讨论，我们想了三首，都是我们想的，他们在乱说，他们乱说，有回报。这两组我们刚刚都合作过，你感觉刚刚跟我们在一块的时候，哪一组提醒的更多？好，要选谁呢？哪组最积极？首先我们不能换，对不对？这么不想要我们？这么不想要我们？可以换，可以换，不是，不能不换。首先是我们必须得换，对，因为你们输了，必须得换。杨导，你觉得呢？感觉是，好像是小丁他们更多吧，题，对不对？你换过去试试，再试一次，对，再试一次。你会后悔的，你会后大悔的。不会后悔，因为我们到现在没有赢过一次。导演组怎么了？最难的一题来了，我们走路啊，走路走路走路，要有那种散步的感觉。我哥是不是就差一分？你哥现在只差一分。哥哥加油，这把赢了还有机会。报应报应。好，来准备啊，开始。所以没有压很快了。不，让他们先，让他们先。这么快就累了？因为听说这题特别难。想让对方先打，来。到了必须得往前走。我们马上就要到死人了。导演，你看你们的人多不靠谱，都不敢上，你们先没有担当。哎，搞不好这题超简单的，他们就赢了。好好考验一下。有可能我觉得难，但你们觉得超简单，对不对？好，这一题呢，依然跟走走停停有关系。我们是一道地理题，请听，请唱出五首歌词中包含有地名的歌曲。这么简单？括号，这个简单，地理位置需从北到南。从北到南。从北到南，先从北开始唱起。你先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北什么？我的家在东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非常好。北京非常好。欢迎你。妍妍。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好，往南走了啊，来，下面。我唱哪个？到重庆吗？重庆什么歌？先唱四川行吗？重庆，我不会唱。往南走了啊，来，下面，来，快，重庆，重庆，快，一个来，快。重庆，重庆，一个来。重庆城，重庆，重庆城，红衣的魂，风度江边过鬼门。好，重庆，好，到你了，这个可以可以。四川人的热情，麻辣烫。好，来，最后一首。啊，我知道了。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一年就送他。嘿，导演组获胜。我都不说了，我都被感动了，厉害，终于赢一回了。我们挑战已经结束了，获得第一名的就是秦霄贤，也感谢他的助力人丁程鑫。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小小的惩罚环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导演组和我们的男主角队呢，将为大家送出我们的电影《走走停停》的电影票。但是这些电影票的费用由我们失败队来赞助啊。第二名的队伍两人将赞助获胜队全部的电影票，第三名的两位呢需要赞助双倍的电影票数。那这样，待会儿第二名呢我来付，因为我们总不能让你们来请，肯定是我来请，好不好？好，那我就不客气了。不客气，我来付。好，现在来。接下来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四位要在30秒之内数电影票，使劲数，当我买了，给观众们送福利。老秦，你是真专业啊！老秦练过吧？你是在银行上过班吗？数对多少张就可以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多少张？多少张？52、78、70。来，迪哥多少？40。40，好，其实主要是要对，所以呢，唯一数对的就是杨迪。我们俩再加一场。对，那这样吧，这样咱们就把刚刚没数对的，咱们都买它。买。老秦得买吧？我掏，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游戏的规则，好不好？也就是我们这边呢要请40张，你们那边要请80张。也请大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第二天呢，参与我们你好星期六的微博互动，获得我们今天大家为各位送上的这个电影票。好的，来，谢谢。优酸乳金装果粒，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优酸乳和您一起期待下一站的精彩。七位仙子。私溜下界，天庭震怒，潜下神将，逃脱还是捉拿，他们各显神通。讨厌讨厌，杨迪，不要你们进决赛了。好，夹住了，我的眼珠子，一定要用眼珠子顶。好，通过我们的障碍，感觉一次就搞定了。他们也太快了吧！攻防心理战，锁住你的答案。接下来呢，会有4张照片，请问你最想用哪张来做头像？我扶着，我扶着。这个环节是在整流星吗？我觉得这张头像如果再稍微小一点，我觉得也有点像鼎鼎老师。细微最想回应以下哪个话题？怎么跟前面朋友的题那么大的区别呢？迪哥第一个选的 C，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为用力过猛，我觉得还不够。要怎么样？后面还差一个喂气，喂气，紧住！最终对决，谁能笑到最后？请惩罚！来，过，回答正确。对不起。到了吧？漂亮，来，回答正确。小丁来了以后只剩3号了，弟弟来了之后直接把别的牌子放在了地上，觉得碍事儿。那就擦吧。您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优酸乳金装果粒，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人生需要等待，淘宝您好星期六，精彩一会儿回来。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淘宝您好星期六精彩继续。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天猫618惊喜多，红包多，好价省更多。感谢首席合作伙伴优酸乳，果粒升级，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以上呢就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天猫618惊喜多，红包多，好价省更多。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你好漂亮，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那就下周六再见吧，拜拜。